你谂下18年咗咧，有冇谂过咁长嘅时间？而家由靓妹仔跟到你而家变硬啲咗。其实你系属于喺扮丁嘅人嚟嘅，决定啊，紧绷妹咁样属于你唯一创业啊，你可以即系舍弃紧绷走嚟租一间房嚟翻嚟保险。我觉得呢样嘢好多人唔敢嘅，点解嗰阵时你决心咁样？我觉得第一啦，因为由细到大都用紧绷啊，我觉得要发挥。创业真系要去 KL 咯，出省城。所以之前当然我有睇几间，对我嚟讲都仲系未到城市。所以你赢嘅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你系唯一一间我睇到系用 KL 嘅，所以我觉得狠狠嘅咯。我要去闯嘅话，不如做去大城市。我唔知点解嗰阵时有咁嘅冲劲。我相信你冇谂过，由你嗰阵时决定啊，到而家你跟住18年啦，睇住 MBB 嘅成长，冇谂过。有咩感想？有咩感想讲啊？开心咯，好骄傲咯，因为我跟你嘅时候。邊個識得 MBG？ 邊個識得龍門烹？冇人知嘅喎。仲加埋做保險，但係到今時今日啦，我係好開心、好驕傲咁樣將我係響 MBG 或者將我嘅 name card pass 俾人，因為而家 MBG 成為一個 branding， 好似一個 brand 咁樣。都當我同佢講我係 MBG， 我係第一代，我跟咗龍門烹18年，哇！好 proud， 感覺係真係好 proud。佢哋都會嚟，你跟我頭18年，你係第一代。嗰啲感覺我感受都好重，其實因為睇住你成長，睇住你變化好大，睇住你喺度嚇結婚生細路哥，其實個轉變好大。所以你就好似我嘅阿哥咁樣，你都知咯。我買車又問你，買屋又問你，拍拖又問你。你唔係只係工作上，生活上你都係俾我一個好似一個 guidance 咁，所以你好似一個長輩咁睇住我。咁我知道你一樣嘢嘅，你唔會點條死路我行，會擺到喺你面前行。但喊完咗，你就會俾我一個好嘅方向，自己要去諗嘢咯。所以好多人問我，你響 MPG 響我温身上18年，學到最多嘢係咩？我覺得做 sales 嘅 skill 係其次啦，我覺得係個思維。你將我哋嘅思維，即係可能嘅時候 out 咗嘅，你會幫我哋調翻正個格局咯。以前幾樽仔嘛，但係而家作為主管喎，你會幫我哋慢慢打開我哋嘅格局。呢樣嘢我覺得做一個 leader 係好重要。咁如果你以大眾睇，你覺得我喺 MBG 度做啲咩細節？我想你講翻俾我聽。我覺得你好用心咯，你唔會係嗰啲 leader 戴有色眼鏡或者係會分。你係 top sales， 我會對你特別好，即係唔會。就算一個新人嚟好，你真係會行過去鼓勵下句，搭下個膊頭，同佢講兩句。呢样嘢我觉得未必每一个 leader 会做，尤其是当去到一定嘅位置，或者系可能你人好多嘅时候，你未必会咁嘅。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你好贴地同埋好亲切咯，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好舒服。我觉得呢啲细节你系做得好，同埋你唔会摆你自己好高。咁掉翻转啦，我都跟咗你18年啦，咁我都想听下你对我嘅睇法。我其实喺你入嚟嘅时候咧，觉得。当初又唔要我开始，唔系，即系好难带嘅。嗱，一个真心说话嘅，真心说话。一段时间咧，我咁我冇咩 agent 噶嘛，好直接讲噶。咁我会 take care 你，我希望你做到生意咩嘅定。你记得你带我出去有一次你倒米，帮你签单就，你竟然帮佢讲，你问下问题先。即系觉得嗰阵时，哇，原来读咁多书系咁嘅，因为你成绩好噶嘛。当你从中嘅时候改变咧，我觉得你嘅情绪系难搞嘅。一段时间咧，觉得哇。最好你冇喺我身邊啦，佢先啦。我覺得好難搞啊，呢個人。當你改嘅時候，你喺我面前喊嘅時候咧，哇！其實我好痛嘅，即係我原來我先 feel 到原來改變係好痛苦嘅。跟住我 feel 到你嘅痛心，我 feel 到你嘅覺得嗰種挫折失敗啊。所以我嗰陣時覺得睇住你改，由到你結婚到你而家做成主管，講真啦，我好欣慰啊！即係講到呢樣嘢，我都想流眼淚，因為我知道唔容易啊，18年咧，我觉得你靓咗。哇，呢个好难得喎。哦，系啊。好少喺你口。我觉得你有襟入嚟，我觉得喂呢个人可以亲近。我觉得你成熟咗，我觉得你稳重咗。因为以前系属于读书嘛，读死书咯，嗰啲做人嘅道理啊，识啊，因为睇到好多例子嘛，我哋呢度人好多。清白我认为自己系做人咁差。當然都要多謝自己啦，咁樣講，因為唔係未必個個人都會。所以我睇你今日，我好有欣慰嘅添喎。嗱，另外一個角度睇，但係從中成個 MBG， 你見證咗好多嘢啦。你對於個創造 Captain System 係你第一個睇到的，你睇住我創造成個 Smart 系統，你睇到嘅。你對呢樣嘢有咩見解？唔容易咯，因為關鍵係
要人砌噶嘛，每一个夹针唔系塞死嘅嘢，系、啊、所以你嘅沟通系好重要。所以我觉得你赢系赢喺你好识得同人沟通，同埋你好放得低自己。当然咁多年嚟，你讲冇同主管、冇同 agent 20蚊过，冇可能啦。但系冲突完过后，你真系会放低自己，再搵佢倾。所以我觉得唔系每一个主管会去做。这个团队其实有好多嘢系唔稳定嘅，但系你点样一个系统会令到捉紧每一个人会达到最好嘅效果，而且沟通到最靓嘅嘢，而达到佢俾自己可以成长，同埋去向佢自己嘅未来或者佢嘅前途呢样嘢，我比较关心啊！你有信心自己喺 MBG 仲会去到好远？一定呢层我未怀疑过。嗰时候我男朋友而家嘅老公啊，讲要离开嘅时候，我都讲埋一句：如果你离开嘅话，我哋一定唔可以一齐，因为有分歧。啱，因为我觉得。因为你留在 MBG 的话，你一定会发奋、是看你几时开窍，几时真的爆发你的能力、所以我相信一日还在 MBG 的话，除非你不做啦。所以我很欣慰的，说真的，因为可能我对你的信念很重、因为我在看你做的事嘛，我由零看到现在，你每一刻每一次跑的事我是看着的，像当年每一日的早会你说你跑 sales， 你仲帮我哋交埋单、交埋 case 去总控，所以你系勤力嘅。所以我系睇到你跑紧嘅，十八年咗啦。讲真，我都冇睇你跑，我点解会惊咧？我惊系惊你唔跑啫嘛，惊我唔响度。系啊，系咯，你一日仲跑紧嘅话，我好有信心。最有资历系你噶啦，即系有啲人喺度创业紧，好似你咁啊，或者有啲人未做到，未够好，有咩想鼓励下大家？我觉得你揾啱地方，啱嘅行业，啱嘅地方，啱嘅主管。再接落嚟自己嘅心態同埋自己嘅，所以如果 everything 擺得啱嘅話 ，is a matter of time。你問我，我都唔係最犀利，我都唔係即刻做咗 MBRT， 我都係用咗幾年時間，因為要調自己嘅心態啊，調自己嘅性格等等等等。但係一調啱咗就 OK 啦，就所以我就搞掂我拉曬 MBRT 咯。咁再落嚟，而家就係搞掂。而家睇緊點樣去300万啊，500万啊！我覺得人生得一次咯，今日睇嘅你係要為咗啲乜嘢？無論係為咗父母又好，為咗仔女好。以前我冇得揀，我冇得怨，但係大日我仔女嘅選擇係喺我手中。咁如果你又冇父母，仔女又未有嘅話，為自己咯。人生得一次，點解唔可以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星咧？上台凭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星去攞奖。我相信接下来的时间我都看着你可以见证看着 MBG 越来越好看我们越来越好。我都想看你越来越好的。我们现在就是 在2023年看我们可不可以发挥到就是大家一定会。我相信我一定会。因为我们已经是啱的磁场，我们都做的啱的东西的话，一定会吸引很多很多。这个是我相信的。加油。